上驾到！嬛嬛，皇上万福金安。起来。谢皇上。叫你别轻易挪动，还顾着行礼，那么急站起来，若滑倒了可怎么好？哪儿就这么娇气了？这两日还好吗？总会觉得乏力，腰酸腿痛。不过太医说了，头次有孕，总会特别累些，也属正常。那温太医可来瞧过姐姐吗？没有，温太医主持十亿之事，又要忙着照顾梅姐姐。我的身孕都是由张太医照看的。哦，那有皇上陪着姐姐，妹妹就先告退了。朕与皇后要去天坛主持祭祀之礼，宫中的一切都由华妃主理，你与她一向不睦，你凡事要让着她些，有什么委屈回来告诉朕。是。还有一条最要紧，未免纷扰，你怀着身孕最好不要去怡坤宫。臣妾自会小心，皇上放心就是。就是不放心，朕才叮嘱你。世兰要强一些，嘴上也不肯饶人，但品性不坏。皇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便少那几个人就是了。把一颗心掰成这么多份儿，臣妾看着都觉得辛苦。朕若不做这个皇帝，只是个富贵王爷，有皇后这个贤妻，你与世兰两个美妾便足矣。